这是今年的第三本翻翻乐，每次画完一本都特别的有成就感。本子是尊爵的，尺寸是12×12厘米，纯棉中粗纹。这本子里基本上都是芬妮老师百草会二期的案例。这是一个宝藏老师，他要一直出课，我应该会一直报名。除了喜欢他的画风，还喜欢他对于绘画的态度和画画时的状态。先导课加上正课一共133节，包含了太多知识点。我现在上完了70%的课程，有了明显的进步，还有太多需要反复学习的地方。这一页写生，格桑花失误了，珊瑚花画的还算满意吧。脱稿水彩带来的快乐，随着不断练习与日俱增，这是我之前画画不曾体会到的自由和松弛感。最后写生一朵茶花，有些生涩，但我相信持续画下去总会进步的。